still wanna ride. Don't ride the white. 神威的旅行日记，今天呢和当地的朋友一起来吃属于槟城的美食。先看这一些是叫椰浆饭，然后这上面呢是他们的炸鸡，炸鸡是配着方便面一起吃。看，这就是我当地的朋友了，他们正在努力的工作。这里是当地的印度人开的餐厅，但是印度人开餐厅，但他们信的是回教。能猜到我们今天吃什么吗？这个呢是他们曾经的店面，是个路边摊。我们看到我们菜上桌了，猜这是什么呢？好大一块肉哦。第一次就要尝试一下了啊。那都是 first time。对对对对。其实它的煮法跟我们的华人的煮法不一样。对。华人会怎么煮？哎，我们这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香料比较多，对，软软滑滑。你为什么不吃牛肉啊？我也说不上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为什么不吃牛肉？很难的吧。宗教信仰，信仰，你是佛教徒，对对对。但是牛鞭属于牛肉吗？这不是能传宗接代的部分。发言管是什么？要要要。我们来尝一下。你尝看一下哈。很有嚼劲，咬不断，很有嚼劲，很有嚼劲。拉茶。哎呀。Which one is 拉茶 ？All 拉茶。This only this is not. The rest are all. These are tartaric. And then this is a thin ice. 你现在甜吗？你觉得？我们这个减糖了。可以了，还可以。I wanna ask a question. How to say 减糖 in English? English is less sweet. Less sweet. But in Malay 呢，我们通常这边都是讲马来语。Malay is called kurang manis. Kurang manis. Kurang manis 是减糖。Kurang manis. 这个你们来这边一定要叫减糖。是是是。刚 Yolo 说这边很甜是吗？对对对。减糖依然甜。印度炒面。黄姜粉的感觉，然后有点那种咖喱的味道。对，但是刚刚 Patrick 跟我说这叫印度马来西亚炒面，是，对，说是两个人结了婚之后，然后哎就来了这么一个面。So the egg, and then top with the curry, top with the sambal, yes. 椰浆饭。对。上面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三八酱。这个三八酱，然后这个就是江鱼仔。三八酱是跟江鱼仔是分开的两个，分开的，对对对，有些是一起炒，有些人是一起炒，有些人是。世外桃源，桥州尖蕊，尖堆，尖堆，对，尖蕊吧，其实我们喊它尖蕊，对对对，红豆霜，等于说是冰霜是吧？哎呦，露了馅。露爱买？露爱我买个露馅了。来三碗，三碗好。搅一搅的，讲谢霆锋、王菲都来这边度蜜月。现在我们来吃炸果条。炸果条是什么菜的？微博第一名，好，中国微博第一名。做了随便做。好。要拍你啊！炸果表演一下，这个是撒尿虾，这个是撒尿虾，这是撒尿虾对 ，mantis prawn，mantis prawn。这个之前那个老外啊，Trevor James 他跟他拍哟。Trevor James 是哪一个级别哟？你也知道那个人？对对，包括怀龙。好接哦。生蚝有点像蚵仔煎是吗？就是蚵仔煎哦。看看我们店铺里头是什么样。好久没有见到这种店了，黑黑的，然后还挺乱的。这个如果我们这是拉萨，哎，对，拉萨，对，我自己忘记拍，用虾膏。这个就是虾膏，其实虾膏呢是拉萨的灵魂，如果你没有加下去，你可能不会吃到。
它 那种很刺激的感觉，所以一定 要加这个吧。嗯，然后呢你看我们旁边这边有炸薄饼，炸薄饼呢其实是怎么制法呢？冰城的制法呢是这样子的，粘吗？对了，粘。对，我们通常都是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拿一块的哈，然后粘粘了，然后这样子可以吃了。对呀、啊、对呀、啊、你试试看、啊、对呀、啊、你猜对了。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吗？啊，很一样，类似，但昨天晚上没有蘸这个。对，好。啊，看我们就享受着我们的凉茶，然后你喝什么的？我喝的是沙梨酸梅汁。沙梨酸梅汁。无聊。第一次喝。看看。工作状态。非常欢迎你，是一老板老好意。好，一个就是38年，一个就是38年哦。你走开呀，豆蔻汁。嗨。